救，结果直接救到了 Washburn 手上，他带球推进，给到底角的施静瑶，外线出手在三分线外把握住。张振雅在底线，多攻击的机会，把握住其中两次，发生失误了。李瑞琴，开的速度很快啊，进的蛮好的，手段很多啊。有身高优势 ，Washburn 这边把球抛进，起步的不错，但环游世界。Rivero 给第一次出手机会，不只是长得帅，但是大汉交给陈冠杰，前队友的对决，两个人也不会非常长的时间，但半十五。动态过程当中，小白交给六九，再交回给小白 ，Wide Open 的机会，三分球，小白投进。四外线出手，哇！再靠背。这一次的前场快攻比较可惜一点，林振前一次打板，这一次直接控制球给你看。这边青年其实也可以来期待一下这配置。戴维斯低位的脚步要一直挖出来。今年秋季最大的课题也就怎么样维持住，不要受伤，没错，健康然后来出赛。Rivero， 那球转进去。戴维斯过去都有一些困难，只有五秒钟要把握机会了。小白做假动作，再往禁区切入，中距离急停球弹进去，在这一节个人四分进账，是以单阳将的方式来应战，因为 Rivero 下半场还没上过呢。哇，六九，自己未来希望不是浪得虚名，年龄也十分了。然后 looking pass 给到阿姆，这是一个近段加。国王队把外围的防守强度拉得很高。陈冠权，这次阿敏没有被骗起来，自己切入到禁区，球摆进，超好坦克。今天确实有做到这一点。戴维斯前场的机会，越拍的假动作还是吃掉了碰。小白，小白，大号的三分球，这球飙进去了。有点长驱直入，往后交出现失误了，又是一次前场的机会，六九，这一次买到犯规 ，F1， 手力道短了，对，地板给球，杰梅洛飞进来 ，Nice pass， 仅供参考啊，但是参考价值很高，对。上面也算是追上了他去年的历史赛场均。漂亮的转身，但没有躲过戴维斯，过去也是冠军主控。来看一下大汉转身之后要到犯规，这算加罚。非常漂亮的一个转。大汉也是一位控球前锋啊，视野是很好的。长驱直入，结果六九被盖锅。已经把。面对老东家，这一球有些亮相，往后交给李瑞奇，弧度拉得很高，球补进的是涅欧马，他一出手，所有人跳起来啊！对，高成恩能够把握住吗？三分球有啊，高成恩。那领航员在这两场比赛所呈现的内容，本土的配合其实相当到位。来看一下苏志涵的三分球，领航员的板凳区坐不住了。碰碰，面对红胖。